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今天要来玩这款《勇者挂很大》。登录的方式只能用 Google Play 账号。好，伺服器的货啊，哦，开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那就来吧，来吧，每个都爆满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不太相信，因为我玩的时间是半夜啦。好，那这款游戏我有预先注册，他通知我已经上架，应该也是这几天的事啦，这两三天的事吧。今天是9月20号。好，我都当天玩游戏，然后当天发布。好，这边没有那个音效，只有背景音乐而已，然后还有一些剧情，反正又穿越异世界啦，好不好？就是一款拿手机穿越异世界。卡通的风格哦，然后线条比较粗一点。好，我们取个 ID 吧，哈姆。好，这个名字比较普通。OK， 又是一款放置挂机啊，反正游戏名称叫做《勇者挂很大》，黑暗骑士 A 级的三星。好，然后布阵一下是不是？好，布阵，上阵，12345五号位，然后战斗。我觉得那个背景的 BGM 有点大声，不然我就自己再稍微小心一点。好，获得群体治疗，来吗？啊，跳过吧。然后一样布阵，这边还是那种强制性的教学啊。我觉得这一款的画质还蛮清晰的，然后整个人物的画风也 OK， 还蛮明亮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挂到这个血色荒野1-5。就是你这边在放置挂机嘛，那你要挑战 BOSS， 他们就会推图，对不对？此怪物优先攻击后排哦。欸，我移不过来啊，我不太好移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布阵就对了，有个策略是不是？哦，下面就是有人在聊天是不是？我想说这些怎么那么占那么多萤幕的位置啊？这个应该是其他玩家在聊天吧，是不是？不好抽，明明有一趴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缩小吧，聊天视窗应该是可以缩放。好，酒馆招募杰克。欸，这款游戏的画风还不错欸。虽然也是那种偏向 Q 版的，就身体比较大一点。头也是身材的比例啊，头比较大一点。啊，跳过。然后再送我们实验抽，
铁公鸡夏洛克 A 级 SS 龙后梅里塔萨。我不知道他这个角色是原创还是从人家那边接进来的，我不知道、哦。我们再改回来就对了。上阵，上阵。哎、欸，我们刚不是有一只奶妈吗？还是那个奶妈只是帮一下我们就走啦、啊？这只啊，这只是奶妈，这只。好，获胜。那好像自由了，对不对？自由了，自由了。那我们把这个界面给稍微看一下吧。好，最终哈姆，然后应该可以改 ID 100转，用户中心语言，简中英文繁中，然后这边只有开关而已啊，没有大小声诶、欸。顶部适配是什么？哦，应该是说有时候会有那个手机可能会有那个吧。额头啊，哦，额头那种，或是下巴，就有些有手机不是全屏的、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啊，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，像 iPhone 啊 ，iPhone 不是都有一个额头，黑黑的这样。好，一支十张可以赠送，不知道什么东西耶。我赠送这个哦，战斗五倍速，哦，五倍速有够快的。我们现在四倍哦，然后施法率100%，公测福利9月16嘛，啊有9月16公测是不是？反正这个游戏已经我有预先注册嘛，好几天了啦，只是没空玩，就挑来玩这样，好几款都有预先注册，都通知我可以玩。想说他也是放置挂机啊，每天都在玩放置挂机的手游。好，17会解锁什么东西？主角天赋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血色荒野1-9，然后这是活动是不是？签到应该也在这边吧？好，这边有一些储值的吧，基金是储值的，7天签到1-40开启，30日活动。然后模拟战是什么？跟人家打、哦，支持失派保险的东西啊，开展，先不管啦、啊，反正你点进去它有问号啊，这边有问号可以看，这有问号可以看。好，然后布阵，刚抽到了一些废卡嘛，这些废卡大概都是合成吃掉了命吧，打造，好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那你剩下就是拼命战斗。他就会慢慢开启功能，然后教学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四倍好快！我这个四倍好快。OK。我们刚刚说这个对话框可不可以收起？这样已经收起来了。哇，这个这么强调社交哦。这样是全部嘛？然后这样是收起来。我可以发售，没有限制等级。有的游戏会限制等级或是关卡，不让你马上聊天。我看不太懂这游戏，天哪、啊，这放置挂机而已啊！就跟着他玩吧，大概5分钟就教完了。连续战斗嘛，我们刚刚说这边可以开启连续战斗，他说1-21才能开启。我现在1-13而已啊，再小声一点啊，有点吵，有点吵，它的音乐音效整个很吵，这种快节奏的。那我们要不要练等一下？他没有教我们练。还不行练啊？哦，1-17。我现在才1-15嘛，
那我们努力到一至十七，然后来提升一下我们角色吧。这个游戏的节奏真的超快，有已经一至十七耶。新手伙伴超值礼包170。哦，真的有点吵，再小声一点。可不可以换个 BGM 啊？角色哦，就这边是天赋哎。那我们从布阵嘞。哦，那培养的话要从这边培养。哇，不行，可恶。属性没办法升级，一至35，然后提升，这边也一键放入。升级 ，OK， 这个是那个经验卡，他要吃经验卡，那我们就来吧。稍微吃一下好了，这羁绊的话还不行哦，现在好像还不行。然后药剂不行，羁绊、法术辅助，这游戏它的系统跟一般的放置挂机比较不一样。一键放入，不行啊，不给我一键放入。经验溢出哦，是不是不可以超过我的等级啊？有可能。然后也可以吃火吧，我有说嘛，这些卡片只是吃掉了命运而已。我是六等嘛，所以我的这些伙伴也是只能练到六等。他不会警告我经验溢出哦，哇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这个。好，六等就不能弄了。我自己好像不能提升吧？我没有经验值，我就称号而已。哦，也可以这样，不用跳出去。好，就这几只，六只嘛，加我六只。然后天赋是怎样？我们刚升了嘛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再升是不是？好，天赋的话是勇气攻击。这样应该会好打一点啦，就比较不会疗血，至少有练等的嘛。刚刚就好像打起来有一点点难打，这样血好像掉蛮快的。很狗这游戏，真的哦。好吧。反正也是放置挂机嘛，只是这边系统跟人家不太一样而已啊。哇，3290台币 ，My God！ 正义礼包传传记 ，SSS。他这个游戏好像没有什么主线任务哦，就是可以让你一直跟着主线任务一直打。他没有，我的挂机收益这边有快速战斗2小时哦。一开始好像不用花费什么钻石哎，勇者戒指，好。我们要穿戴一下装备，一件装备，我终于出来啦！哎呀，装备终于出来了，好不容易啊！所以它不是让你有主线任务一直点，
哦，点了之后，然后战斗，它是战斗之后会开启功能，然后再教你一下这样。你就一直战斗啦，它就会一直教你把功能开启，然后教你这样。快速战斗一下，你还有获得装备吗？哎，获得 S 的游侠哎，可以布阵一下，然后辅助、防御、全能、防御。那我们可以把攻击轰过来啊！不行啊，肉盾啊，肉盾放前面嘛。我们 S 级的 S 级，看你要不要换掉。这 SS 的，那我们把这个换掉好了。这个下阵，然后上阵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培养一下，一键升级不行，一只35。那只能自己弄了，哦，自己手动弄一下，物理攻击嘛，那我们就把那个死亡骑士换成这个游侠，有没有阵营啊？有游戏会有阵营哎，就是阵营 buff 啊，这个我目前没看到，好，那差不多了吼。垃圾游戏，天哪！大家就口无遮拦啊。不过骂游戏没关系，骂人就不好了。骂人会被告啊。他骂垃圾游戏，我没意见。好，那。再来就是要慢慢玩啊，然后才能解锁这些东西嘛，神器啊、迷宫啊、世界 BOSS。我这边就要慢慢玩。那反正我们这边要想办法到一至三十五嘛，一至三十五你才可以解锁这个自动挑战 BOSS 吧。我现在才一至二十五欸。好。哇，勇者长剑啊！又可以装备了，可以切过来哦。给伙伴，伙伴也能装备哦，还可以一键升级耶，升级这个位置是不是？那我们来弄一下，一键装备，一键装备，一键装备，一键升级，一键升级，反正就加六啊，我现在是加六而已耶。跟我的等级好像有挂钩嘛，一件装备，要没装备的，一件装备，好啦，没了，反正后面这些应该也不会上。他这个视窗挡住了，欸，好麻烦哦，杰克 S 哦，应该我有上吧，杰克在上面，准备退坑，你入坑了吗？还没入坑吧，才玩几天的话不算入坑啦，通常要玩一两个月嘛，然后你有储值，有花钱，有投入时间、金钱，然后不想玩了，这样再退坑。我觉得定义上是这样啊，都还没有玩就说退坑了，那我也要说我要来退坑了，我才会试玩十几分钟就要说退坑了。哦，他这个战斗就是即时战斗，不是那种回合制。蹦蹦蹦蹦，他就刷刷刷刷刷就打完了，就超快，就完全就是比战力吧，战力高就获胜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这边是我每小时的收益，然后金币啊、经验值啊、挂机收益有没有？那我到底领了没啊？他好像自己给我欸。目前削弱，这边还有什么 BOSS 削弱啊？怎么好玩？每日凌晨点后可以削弱，最高50%哦。哦，真的哦，鼓励你凌晨玩吗？准备退坑，快退！还有他只是讲快退，不是说滚，你给我滚！太凶了，一个字，滚！好，这边有东西，又有装备，是不是？一件装备，一件升级，哦，可以升级到加七耶。
就跟我等级挂钩啦。啊，没装备，可恶！好，那时间差不多也玩了20分钟，这款游戏还可以吧？就是放置战斗 RPG， 然后我觉得画风不错，然后是有点卡通风格嘛，然后画风有点那种欧美卡通的感觉。我这些角色有点欧美的味道。那立绘还可以啊，然后整个也蛮明亮的，就战斗的部分啊，下面就是比较暗的嘛。对话框，它的对话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大、啊，占了快一半啊，至少三分之一啊，就很注重社交是不是啊？这个游戏，你看展开就全画面，有的游戏都是用一点点而已啊，你可以展开这样，展开是这么大哦，然后缩起来就这一排而已。这游戏很注重社交欸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想玩的人会把游戏的下载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，就下载来玩玩看这样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